佘诗曼呢日以代言人嘅身份出席活动，踏入新嘅一年，唔知道阿佘有咩工作大计呢？今年我自己希望可以重心多放喺香港多一啲咯，吓两边走啦，或者系最想话拍啲咩作品俾大家，会唔会先期有冇机会咧？都会嘅，希望我希望今年可以拍到一部好嘅电影。好朋友 Toby 梁静琪最近荣升妈咪，阿佘就猛赞 B B 得意啊！得意啊佢，因为佢爹哋妈咪只眼都好大噶嘛，咁所以咧佢个 B B 只眼都好大嘅，咁啊好仔噶，因为佢个 B B 真系仔咁嘅样系咯，好 man 啊个仔系。暂时嚟讲啊，我觉得都似爹哋多啲。有冇机会可以去见下？会，我过两日就会去噶啦。系啊，即系咪契妈咧？但系咁啊，问下佢自己妈咪先啦。我会买啲衫仔啊，鞋仔啊咁咯，因为好得意啊，啲 mini 嘅衫、mini 嘅鞋系咯。但你咁多契仔契女嘅，你买礼物啊、封利是都好得意。系啊，系咯，就嚟过年啦，又封都封到穷啊，真系，但系 OK 嘅，开心嘅。